哈喽你好，我是太阳。众所周知，第五人格是一款非常恐怖的游戏。至于恐怖点嘛，通常是我们在六回的时候会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成为恐怖回忆。接着我就来盘一下求生者的十宗罪吧。弹射吃刀庸宗罪，相信让童童们选择最不想追的求生者投票，那我们的耐破可让本座第一了。不仅可以扛三刀，而且这护腕一弹瞬间溜出去好远。但是用的护腕用得好，那是六人于无形；用的不好，可真是弹射撞墙、弹射吃刀，弹到对面尽管的心上。顺丰快递风宗罪，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快乐风男呀，不是超神就是超鬼，每次看见队友选出前锋，那都是在心中默默捏了一把汗，生怕队友千里之外赶来送快递。回溯街道香松罪，作为单刀监管噩梦的调香师，用得好是三重云嗅到飞起，去了监管换人追的无敌六人位，用得不好的嘛，就是被渣男渣女骗香水回溯吃刀的无香师了，留给自己的只有刀剑刀具，不可使用。解除猜豆看宗罪，曾经的庄园恶霸是个拐卖矛盾小哥，剑客攻配歌手，牵制六个救人修剑，看似全无可能，但是可能解除猜豆控制型求生者永远的罪吧，也许咱看看可以争一个最快秒倒的排名。死有余辜咒宗罪，同为庄园恶霸的咒术师小姐姐，解除菜刀就不用说了，更大的难题就是人没了，孤却没花掉，五层猴头就在头上，但是只能磨磨飞天，这可能是比解除菜刀更大的遗憾吧。今天的问题来了，求生者的十宗罪还有哪些呢？快点评论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我爱你。